小陈山，你算个爷们儿，这事儿到这儿结了。快去，来不及了！你永远都是我大哥。甭废话，方子等着你呢，快走，快走。 姑娘，最后一段了，别等了，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。快点吗？哥，没事儿，快！红军，怎么才来呀？哎呀，别磨蹭了，快进去！来，等会儿，这儿，好，快！来，马到成功。 你醒了，小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，有人见你晕倒了，就把你送过来了。啊，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！幸好伤的不深，血止住了。 多悬呀！可别再有下次了。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。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。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。对了，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，见你没醒，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。饿了吧？ 吃点东西。被你一说，还真有点饿。谢谢小梅。